解释下什么叫做幸运。爸爸从高空坠落。我从高空坠落，那叫幸运啊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下面刚好有个草堆，这够幸运吧？够幸运，够幸运。下一题，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幸。草堆上刚好有个叉子。那草堆上为啥非得有个叉子呀？所以叫不幸呀。这题啊，什么叫做希望？爸爸没落到叉子上。哦，没落到叉子上，这还差不多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落叉子上了。这题啊，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绝望。爸爸也没落到草堆上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叫绝望啊？绝望是这么解释吗？那么大一个草堆，你都落不上去，这还不够绝望吗？